大家好，我是小谢，我今天带大家来参观克里斯的巴克鱼尾母体位特。这是尾母，它帮助克里斯的巴克照顾它的鸽子。这鸽子获得了2021年盖雷全国赛一岁的组1600多余的第七位。这雄鸽获得了2021年盖雷全国赛整个组7100余的第四位，距离是467公里，这次的分数是1070，这雄鸽的分数是1083。这一次的获得了2021年盖雷全国赛一岁的组1300多余的第九位，它的交换号是2019年302947。这是一遇见拍跳刺，体型较小。下眼的刺个，这一雄鸽获得了2021年盖雷全国赛整个组7100余的第四位，距离是467公里，分数是1083。这是一灰熊，体型较小。这是一灰熊，瞎眼的熊哥。恭喜克里斯特巴克，恭喜他与威姆，恭喜他们获得了非常棒的成绩。谢谢，再见。